我是丽丽，我是妮妮，我是猪猪菜。好，那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开箱书桌，要开箱我，没有，先我先去旁边。然后呢，这个的话呢，它是因为我们有买两组的，一个是蓝的，一个是粉的。然后它就是先寄了蓝色书桌，粉色椅子。然后它大概下个礼拜的时候才会粉色书桌、蓝色椅子。老板是不是忘记了？可能是他一次载不了这么多。好，那总之就是开箱吧。Go！ 什么？什么？那我现在13公斤的我可以。我这感觉比较简单，先把它解决，对不对？这个给你来。我这椅子感觉比我的好哎，我是这个给我坐啊。你这个你屁屁太大了。不会，它这是成长型，长到大一点。可以到180都可以。对啊，我可以，我还可以长到180啊。我有点想睡觉。成功了，脚踩的。还有脚踩这么好？有啊，不然小朋友那么小，脚会抖抖抖的。可以在刚刚买的这种椅子吗？有。这叫做狐狸成长椅。你要开始说我们要干嘛？好，那我们现在先来组装椅子喽。我们现在先来镶一个怎么样？要。时钟键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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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放反了。请装轮。我要装。来，我先给放上。把这个都是。来，要玩滑板，在这里当滑板，对不对？好，哈哈哈，快点。直踢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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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爽。放中间。爸爸，那个塑胶袋还没弄起来，给我。哇！妈咪早安。好重，太重了。干嘛？来，猫咪换那个椅背来。猫咪椅背推过来。来，过来，过来，妈妈这里。这里有120吗？好。小孩子上去。好像可以哈。还是这样。好像才对，这样才对。来，猫咪坐好，调高度，快点。猫咪来。来，靠背，这样舒服吗？太后面吗？你觉得舒服的高度来，它这样子呢？120，110，现在110上去。坐好。好，来推了。那推了，坐好了。轻轻不鸟就往后。那个刹车。前后。右前轮好像都会卡住。对，那个就是那个。好，推。有了啦，有了。不行，会超重。身高太高了。整组原价13000。好，推去旁边，我们看书桌了。好，推去那个那边，那边。我被带走了。我是路过，只是路过，还是路过。又是路过，路过的教室。那个最了解爸爸班的，这个太重了，大力树。妈妈那边。哈哈哈哈哈！这个是机器人的脚，有没有？你那个上去以后就可以走路了。是后板吗？它是那个背板，磁铁的哦。它可以磁吸，它可以磁吸。这你拿走，等一下怎么跟这个？这是什么传动？小心。这是后面，我锁是。
桌角用螺丝钉装到一号。一波纸全套用油。动手。因为你要走给我。那你不然会。插这里吗？插在看一下哈。这根是干嘛用的？可以传动。那你的。它就是一个传动轴啊，可以传动东西的轴。你是怎样？好，放这里，应该是这样子吧？对不对？角连铁板桌角。好，那边可以锁起来，你那边可以锁起来。好了吧，可以翻过来哈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好，所以幸好爸爸够聪明。给我。九号，我这里。哦，那个。可以。我这样一个桌子要值8000多块，真是贵哦。那它功能多？不是啊，你看我。打电脑都用那个以前旧餐桌了，为什么就不能买新桌子？我们那餐桌多少钱？不知道，3500。3500，我那餐桌还3500，还比你这个一个椅子便宜。好了，铁板。帮我把露露拿过来看。露露。对。那都太香了。啊、哦。这根要放去啊。感觉是这边吗？那左右两边都可以。那你用左边，左边，左边。那不是装这里的、啊。这个是装这里，看起来没错，这种螺丝的才对。两个、啊。感觉是要挂东西的，啊，这个是干嘛的啊？这是挂东西的而已啊。哦，那挂书包的啦。那挂、书包，你书包挂这边啊，挂这边。那手摇柄是装哪里？这边就是那个洞。不是那个洞，那个是手摇柄，那个挂书包的。哦，在这里啊。来，小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用，不用，不用，转去。这集的密室逃脱了吧？好像就是，那你有拍到吗？结果这个盖子是，啊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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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盖子是这样转开的，在这里啦。好了，小你来。开始转，长高长高了，猫咪的猫咪在哪里？哦，长高姐姐。这个可以放，平板也可以放了。我就拿去玩平板耶。我没有用过。所以这边可以摆两张哈。是。放上去就好了。这样子哈。不用贴吧。贴起来的话就会那个。不鼓励按自己。中间不一定是完美的东西。好，差不多。啊，别再过来了。下下下下。连了就好了。好、啊、，perfect。好、啊，桌垫，需要桌垫吗？需要，送的。我只想要而已呀、啊。他们都有，就有新桌子，我就要就要用。哎、哦，都有新桌子。苦主在这里，我完全没有自己的桌子。我就要用餐桌，你后来就你买的桌子，你根本没有再用。来，对不对？连自己看我有桌子，就自己哭着说要也要你的桌子，买了桌子根本没在用。
在把力龙甩一小下哦。地上把力龙甩一下。哇，竖起。可以。就鬼起来哈。可是它这里不能那个哈，不能再躺的哈，固定的。它可以，它可以调前后啊。哦，调前后而已。对，椅子调前后。我一直觉得，我觉得椅子要在前面一点。来，扫地。50几班？三。503班打扫小组，请就位。我就是扫地的。少林寺扫地僧，对，这边就一起扫过去。那这边有哈、嗯，然后顺便去把外面大楼楼梯全部再又扫一次。对。现在我们再请最，等一下请最可爱的准备好没有出来做 ending 哦。还有送那个金木的。喜欢我的妈妈，你放一下。喜欢我的一切，气绝但再次吧。鸠占鹊巢，对不对？对来，妹妹 Andy 姐姐继续扫来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还有我爸爸是大帅哥哦。下面再订阅我们，看下6点的是什么片。下面再订阅我们，看下6点的是什么片。下次见，拜。快记得帮我扫地嘞。好，那现在呢，你会看到。这组书桌呢，会送这个。这是什么？书架。哦吼，不是平板架。也可以放平板，但是我没有这么长的手。哎，不对，有啊。平板架不好用，太远。然后呢，还有送桌垫。我有桌垫呢，有两个颜色。哦，桌垫呢？我是不是不要讲话会比较好？然后还有送这个套子，椅背的那个，好，那我们先积木桌椅。哇，看起来好棒哦！好，那你先套这个，它又变贵了，原价13731，然后特价8888，现在10299，特价888。我买的时候是8888。8888，原价1311的。原价13731，好，等一下。没有，你直接看价，拿起来看价。看价，没有人会介意啦。3 H。原价13731，好，买的时候特价8888。哇，这么便宜啊！拜拜拜拜。然后还有送这四个，还有送这四个。哇，怎么这么贵啊？现在变成了10299。哇，8888，我们买两个的话就是。16000了呢，17000了，17888，这么贵，我买的云台才17800呢，17886，还比你的便宜呢。背下边，看我认得字，哇，认得字呢，我是觉得椅子可以再前面一点。妹妹你坐好，你好像太后面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妹妹的椅子要妹妹要往后调一点来。